不是不是是，就是我们人的区别在于新哥哥的荣耀皇冠，谢谢我们鸟肉的喝水杯，哥哥的荣耀皇冠，谢谢我们宝贝哥哥们，谢谢陈亚楠的两组六十六个星空卡，感谢陈亚楠的两组六十六的星空卡。他那个时候好快啊，我也挺快的，你看。我感觉不大对，哎，这感觉不大对，我怎么像个狗？人家像在诱惑你们，我他妈像个狗在哈气，为什么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他喵的！谢谢别拐着我说话的冲啊，感谢别拐着我说话的冲啊，我谢谢你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就很奇怪，大家都是舌头，为什么差距这么大？算了，越他妈来越像。你这不是小狗喝水，你这是大狗嘟噜嘟。我这是哈士奇抢食。谢谢大家的小飞碟。没有我们就不要，不强面，如果有的话我就欣然收下。好吧，看我们能不能碰到什么新要年底新打游戏的吗？你要不和秀秀 PK？ 我不配。打个流量高的，我从来不主动去黏别人，我害羞。谢谢你拐着我说话，哇哈呀！打了一个分析哥，啊哈！哎，今天我们的衣服好合适哦。是你穿的白色，我穿的蓝色的。哦，好合适我们今天的衣服。啊哈，兄弟们。这个舒服了没？啊，今天您下播了，还给你们整一个大活。那我们玩什么？七哥，你说。用我说吗？上你来说吧。上次是我说的，上次跟你玩是我说的。我说，该说不说。我说，那就浅蹲吧。啊？那就浅蹲吧。那上次浅蹲的画面我还历历在目呢，挥之不去，我晚上做梦有时候都能梦得到。好来，那你定惩罚。该说不说，衣服一样。这个就有点巧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可太巧了。谢谢无痕送的撑腰卡。那个你定惩罚。现在无痕的两张撑腰卡，惩罚呀，惩罚就，我想一下惩罚，其实我得想，就惩罚我自己嘛，我得想一个折中一点的。那我先找个音乐。哦，嘴巴好干哦。谢谢无痕的两张音乐卡，那就。你说床的，那就干什么呢？哦，谢谢小小坤送我的冲啊！谢谢小小坤。
谢无痕的，谢无痕的群友卡，谢谢。那就说了干什么呢？啊！行不行！我在想什么东西？我在想，不好意思，刚脑子想不好了。你这个笑容，我感觉你不对劲。谢谢笑笑告诉我的，从来尊重这些不能忘。谢谢无痕的心中情友卡。七哥，惩罚，你定惩罚。那惩罚的话。